OK， 兄弟们大家好啊！今天带给兄弟们的一个比赛解说的话，是我们周三的一个建会的一个比赛啊。棺材班的话是我们西闸老街的一个辅战团队，对面的话是我们兄弟的一个辅战团队啊，好吧。两边的话，鸟阵打鸟阵，也没有什么备课，也没有什么课阵啊。那论指挥的实力来说的话，那西闸老街的风南对吧，辅战冠军指挥也没有毛病，对吧？对面的话，虽然说兄弟也没有拿过辅战冠军，对吧？不过的话，熟能生巧，百炼成钢，就所以说的话，兄弟对自己的这一套阵容的话，应该也是在梦幻西游里面，应该也是就仅限于兄弟这一套阵容，应该也是没有人能够企及啊。所以说的话，开局直接点观战番的一个，我来看一下，这边是女儿村加盘丝洞，开局的话直接点盘丝。观战番这一套阵容的话，花果山神明212的一套阵容，女儿村带盘丝洞。反正风南这个指挥的话，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剑走偏锋的那个感觉啊，就人家都带什么，盘丝洞加武装冠，他偏要带女儿村加盘丝，没有武装冠对吧？加不了三加零七，有的时候呢就带女儿村跟翻寸三，就所以说的话很奇怪，就很有创造力的一个指挥啊。我们来看一下比赛，比赛的话第一回合对面的话还是很有风头啊，第一回合的话也是成功点倒了观战番的一个风系。现在还剩一个一速女儿村，一速女儿村的话，那肯定是特别脆啊，脆的鸭皮，好吧？我觉得对面应该第一回合点女儿村会比较好，因为观战番的盘丝洞是一个六速啊，六速盘丝洞比对面两个神木林都要慢一些啊。其实盘丝洞的话不怎么能够影响对面神木林啊，能够影响对面神木林的是这个女儿村啊，对吧？点倒女儿村之后，盘丝洞根本没有什么用。对吧？观战就对面神木林快，观战番盘丝洞慢也控不到。OK， 这边选择直接点那个，点花果山，我们来看怎么点啊。因为两个神木林砸完雪雨之后是要等回合数，夜舞倾城三个夜舞倾城加连环几点啊？哦，还有一个夜舞倾城没有打到，这边的话有顶药，连环几也死不了啊。满血应该是要走飞机吧，连环击血亏，我操，宝宝有贴，人物有贴化身对吧，血还多稳得住，女儿村血也多稳得住，雄霸天下。这边你看这个人啊，看起来像就现在这个锦衣花里胡哨的，就真的现在这个锦衣做的很花里胡哨。你像这个雄霸天下，看背影，兄弟们看像不像个仙族，对吧？这边是个人族，对吧？这边是个仙族，这边看背影的话又有点像魔族，对不对？所以说现在这个锦衣啊，弄得真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不太清晰，就还我觉得还是。对吧，做这种锦衣做的比较清晰比较好，就有些时候你真的你不点头像啊，真的有的时候容易乱啊。这边的话节奏很好，第三回合点倒女儿村，那两个风系被点倒，对面的话这个节奏就起飞了呀，兄弟们。比赛第三回合，盘丝洞起来没有关系啊，因为盘丝洞比对面两个神木林要慢一些，对面神木林是一个四速跟一个五速，盘丝洞这边的话是个六速，起不起来没有关系，对吧？我觉得对面打的凶，可以点花生了，花生正好吸到五回合的一个小死丸，对吧？我觉得怎么点花生比较好呢？地府的话丢一个摄魂，对吧？两把血雨加一把连环击，我觉得也得敲。来看一下对面怎么选择，我觉得对面兄弟应该还会点盘丝吧，不过我觉得点盘丝没有用啊，我觉得点花果山也可以，我觉得点盘丝没有用，盘丝速度太慢了呀，没有点的必要。如果我是对面指挥的话，我会选择点花果山或者是神木林，
点森林应该会更好一些，这森林卷的有点痛的呀，你看没有？我觉得卷森林会更好一些。看一下对面的选择，不过森林这个门派的话不容易点死啊，神鹰武器加八级163，两把血雨直接砸神，没有宝宝跟的话不一定能死，所以说的话点森林有风险，点花果山必死，点化身的话没有连环击点不死。看一下对面怎么选择，按炮哥这个计算的话应该是要点花果山，不是吧兄弟？哎呦，直接所有固山加起点化身，对吧？一把诅咒一把爪印直接点化身，化身小死完也吸的不多啊，四回合也可以啊，点化身也是没有问题啊。哎呦，对面这个花果山飞机伤害也猛啊，也是一把猛 glass。 对面换身法，这是准备要冲刺吗兄弟？冲刺也没有问题啊，因为化身倒地，观战番的女儿村吸不起那个小死亡啊，冲刺也是没有问题啊。下一回对面可以点人化身舍森林，可以再点一个。哎，观战番这个飞机伤害好高啊，觉得下回直接点花果山不就行了吗？化身舍森林点花果山，不知道对面化身站不站得住啊，这把取秒。 OK， 我觉得地府啊，哦哟，地府也倒了，地府也倒了，那对面要辞，对面有一个森林要辞，观众们盘丝速度慢控不了对面的森林，看一下哪个森林辞，100%是要辞的。应该这个血线少的辞，对吧？瓷器的，第七回合慈寒一把，对吧？砸森林，砸那个花果山没有问题。对面拉了一把一尾渡尖，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番能不能顶得住啊，女儿村起来要偷一把酒啊，不接一个罗汉的话，对面这个法宝啊秒的观战番宝宝有点站不住的呀兄弟们。比赛第八回合，对面还是要找机会辞啊，不辞的话这个神木林的话这个血线不太能回起来。顺法女儿村有神法术连击，运气也好，神连把观战番也好，真的也顶得住，观战番直接神连把，真的开无间地狱不让观战番点拿自己。观战番的女儿村应该是没有词啊，生日快乐的那个女儿村有词，西沙老街的这个女儿村好像没有词。比赛第九回合，化身人心四成，先推拿自己，对吧？自己先稳得住啊，再活队友。
三层，这边有又有一把风卷了。小算卦，挂盘丝，盘丝接一把金星。比赛得快一点打呀，对面得快一点打，这个化身又在叠人心了。就如果说对面不能取，就是不能点倒人之后出地听，取得那一种优势的话，我觉得这把比赛对面可能要打不过。因为对面现在宝宝不成型，还有一个神木林的话，这个血线回不动，所以说一个神木林点人点不死。OK， 这边差不多，对吧？左边血线还可以，右边血线稍微有一点低啊。不过化身再叠人心也不急，下回对面没有点人能力啊。原神起来应该有一把金格拉斯，对吧？金星看风。小酸也挂不了，我觉得观战番这把金星换做罗汉的话，对面我感觉更绝望了，对吧？活血碾成人心，活的不是特别多，单头一半打出对面斯多宁八级163。哎，这个女儿说好能神，神佑武器的概率也是跟兽爵是一样的，20%的一个神佑的一个概率，好能神，你看没有？这把神佑武器买的不亏，法术连击，对面也神了，你看没有？163163连吧，女儿说我觉得就再出163，女儿说可以丢飞镖了，没有死，我是指挥的话，女儿说下一回要丢飞镖，对吧？一把飞镖破两把神佑，看见没有？小李三刀没有选择丢飞镖，我觉得没有必要小李三刀，你知道吧？地府不可能会死啊，四个单位怎么可能死啊？丢一把飞镖这不行了吗？头三都有163了，为什么不敢丢飞镖？哎，这个盘丝不应该给女儿村留云啊，应该给自己留云。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啊，风男这一把打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就我们作为上帝视角来看的话，其实打的没有那么好，刚刚这一把明显要丢飞镖啊，这边一个163，这边一个163，对不对？丢飞镖换顺法都可以，就这一把也可以丢，好吧？就现在这一把还是可以丢，对吧？头顶163砸钱丢飞镖都可以，看女儿村怎么选择。这边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局啊。疯狂效率三刀，对面的话疯狂点你女儿村，看见没有？化身词六回合一把，第一把慈寒是6回合，第二把慈寒的话是13回合，这女儿村还是要敲个 last。 哎呦，这把化身没有活女儿，亏成狗。化身应该先保女儿村啊，化身活女儿，说你飞机过来，女儿村死不了。这个血线的话，女儿村必死。女儿村一死的话，对面可以吃。你看没有？连环击点的呀。对面为什么要点你女儿村呢？点到女儿村，对面好吃。OK， 现在的话，对面的话可以无限慈寒了。而且对面地府有灵元，可以延残消死亡。观战番女儿村也不太好起来。马上。16回合先延一点，16回合又可以延。女儿村不太好起来啊。就观战番指挥的话，就可能这一把还是没有找到，对吧？对面兄弟为什么要一直点观战番女儿村啊？就以后碰见了应该就懂了，对吧？点女儿村阻止女儿村吃。比赛14回合，对面应该可以吃。对面这个神木林应该速度不也挺快的吗？拉起来，小死亡挂，点化身，对吧？你看没有？第三把词，血雨加连环击，
骑死人的话就不太好说，不过对面速度快，下回就这回没有点死，下回可以换顺罚什么的。对面两个神木林加化身可以换瞬击瞬法都可以。这个血线的话换不太死，应该还有个小两千小三千吧。 OK， 第四把词真的无限词，关键反正他妈头有点晕，就是要点你化身，你看没有，对吧？换顺法，血雨加顺法，这个应该差不多七八百点血，秒到三百四百点血还差一丢丢。我这边拿金杆也不断自己的人心啊，也不推拿自己啊。哎呦，这个差一丢丢啊，兄弟们，这估计就多秒一点血都死了，兄弟们。就对面这个须弥，这个加妮妮的装备多一段就死了。就为什么一些福山大佬啊喜欢追求就这个什么装备十段啊九段，其实区别没有那么大，加四点零力几点零力啊，对不对？但是就是这种关键时候差一点血真的没有办法。再点女儿村应该能赢不了，刚刚这个化身是一个转折点，而且现在化身是五成人心，对吧？人心在手又有盾啊，我觉得这把比赛西达老街应该能翻盘。对面的话说你给自己卡五龙丹想出手啊，因为棺材盘的盘丝只能控对面的一个坨子呀，这一把五龙丹卡的没有卡明白，没有出手，看看对面还能不能死。OK， 出地听了，兄弟现在团队也是有硬件了，我跟你说兄弟的地府跟这个斯多尼都是百万级别的，好，都是有硬件的呀，不知道是个快地厅还是个什么地厅，还行，对面人物速度比较快啊，应该飞不到地厅。现行你的盘丝，不然你盘丝去，不知道这个地厅现行的意思，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呀，不然你盘丝接罗汉还是不然你盘丝起幻境术，反正没有太懂这个地厅是一个快递厅还是一个不看风还是一个怎么样。先三针，这边的话针对面，不然对面起战敌，我现在跟打个 PK 跟打伏战一样啊，直接加笛子。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个什么样的地厅啊，两把笛子感觉要说话，那应该是个快递厅嘛，应该比花果山要快啊，三把笛，我操穷笛，还行，三把笛，别跟我说你没出手啊兄弟。哎呦宝宝，有贴吧，还是个慢地听啊，那三把敌的慢地听比法西快很猛啊，我跟你说这个是个中速地听啊，只要比法西快，比乌乌里西慢的那一种，四把敌，关照万象中速地听四把敌，那应该也是猛的呀，七千五兄弟，是吗兄弟？现在五把慈寒四把敌，那又打开局面了兄弟们，那直接又打开局面了，又要慈了，对面现在对面是慈了四把还是五把呀？
了，再出题听你看没有？五把慈寒，两个地听，我操！这比赛越打到后面越精彩啊！谁说兄弟没硬件啊？这听歌你看见没有？也猛的。OK， 对面人物速度比较快啊，所以说就算出那种快地听的话，比对面人物速度慢，观战番的话是秒不到对面的一个地听了。从头再来过，对吧？哎呦，还有鲲鹏，鲲 glass， 嘣！哎，瑶是女儿村好，瑶是女儿村争不了对面，对面再次六把慈寒，兄弟们。雪雨撒花生，连环七，我操！这比赛。啊，疯狂鹰击，哎呦，这个没有连环击，这个不一定能死啊。咱们有一说一，死，哎呦，出金甲了。不出金甲的话可能会贴啊，不出金甲也不一定死。他不出金甲的话，你现在神木宁这个血线，盘丝洞这个血线，完全是有可能去贴化身的呀。我觉得这一把连环击的话，我觉得真的对面有机会翻啊。七把慈寒，两把地听，真的，比赛21回合。我是希望这把比赛最后的剧本兄弟能赢就好，对吧？比赛都打到这个分上面了，对不对？还能不能吃啊，大哥？吃他们七把花生，这把是有神佑，命大。哎呀，花生这几把没有倒啊，确实是对面风头不行，风头差一点点。OK， 比赛差不多24回合，兄弟那边也尽力了，观战番的话也尽力了。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精彩的比赛，兄弟们都可以投稿。还能死吗，大哥？别跟我说你再死。哦，这边女儿村直接封特技了，所以说，对吧？只要女儿村不死就没有关系啊。女儿村封了一把特技，对面罚站没有吃出来，能吃出来第八把慈寒了，兄弟们真的。24回合，一个须弥肯定是站不住。比赛24回合很精彩啊，炮哥出品必属精品，下期比赛我们再见。